中国人在大自然里取材，创造出各种美味菜肴。原来它是可以吃的，甚至还可以叶子可以拿来泡茶喝。更是体现了当代人民的智慧。不同的年代，不同的做法，反映出人们对食用习惯的演变。战地食谱，星期四晚上9点 ，U 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战地食谱的视频。